今集咧就同大家睇下陆海胆啊呢只啲配件啊。嗱，虽然话精工特别版啊、限量版都多啦，但系就都系占少数嘅啫，就大部分咧都系唔系有咁样跟啲特别盒啊，或者系配件啊、配带俾你嘅。嗱，只表咧附送一张沙滩席啊，嗱都几重身下嘅，咁我就冇拆出嚟啦。咁啊，见到主要系黄色啦，都系精工嘅 logo 啦。咁啊，部分即系有啲黑色嘅背景啦。嗱，似系帆布嗰啲质料咯，咁都几大张啊，我谂系够成个人分上去嘅。嗱，个盒你见到咧都系正啲黑色大盒啦，咁啊同一般即系四四方方白色嗰只有啲唔同啦，因为咧佢系送条带啊。咁所以咧，佢势必要有个皮带位啦。咁所以咧，就一定要用大盒啦。但系有一点咧，我想赞一赞佢，就系咧，佢做咗个墨绿色俾你。你见唔见到咧？成个嗰个内皮咧，同埋个枕头咧，都系同嗰个面啊，陆海胆配合翻嘅。嗱，只表嘅定价系4780蚊啊，咁啊限量1200只，并且咧系一个地区限量。咁香港係其中一個地區。